欢迎来到滔泼虎。滔泼虎咱比不了。敌军还有斗胆来吧，战场碾碎他们。你没中，重新抽，我给你抽个嘴巴子行不行？全军出击！怎么小兵出击了呢？我都没看见。这掉兵了呀，可能。希望不要掉兵啊。哎呀，还是掉了一个兵啊。直接跳脸儿。兜兜兜。哎呦我你信哥啊，太可怕了，上当了。那赵信二级就抓中，确实有点让人受不了。没关系，升个三吧，升个三再跳他脸。兜兜兜，抠我，快抠我，抠我，抠我，抠我！是不旁边有人儿啊？旁边没有人儿，他为什么跟我打呀？我都害怕赵信从左边又出来了，就很有可能会出来啊！你都朝外蹲了，抠抠。走了，先来两把长剑，出个钥匙，起飞。他敢放扣，直接跳脸。哎呦！我先右边插个眼，我看他赵信搁没搁呢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，点
哦哟，再见！没助攻，命令更像是指导，真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那巨魔那个柱子没，其实没太利好，你知道吗？拉克斯好像有闪现吧，兜兜兜兜起飞了，兜起飞了，一波三连跳。那赵信又给我右边呢，怎么整？我就不信你敢来，我吃个塔皮你能怎么样？哎哎呀，来个攻速，丹德尔炮手从不拿屁股对着敌人，除非是为了嘲讽。骗了个闪现还不错啊。哎，拉克斯闪那个闪现没，刚才有没有人看见？闪了是吧？好的，刚才有人说是 bug， 不是 bug， 他就跟那个机器人一样，这波比的跳跃啊，就跟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扣似的，他跟我就是马上要扣中我那一瞬间，我往前面跳我是能起跳的，即使他后边把我扣的了，我也是一样能起跳的。你主要是看你的这个时机抓的稳不稳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，起飞了，兜兜，起飞了。你是没完了。吃药还追呀，你疯了吧你。你是真是疯了，我发现呢。咱俩有多大的仇你跟我说一下。他急了，确实是有点急了，他有点疯狂了。在哪儿行动？可能是这拉克斯他也帮不起来。首先第一层怒气，第二层怒气他闪现撞墙，第三层怒气是我们深血。刚想试一试，就是他打到我那一瞬间，正好我跳。
是来人了吗？啊，这是来人了吗？别没完没了的了，行不行？我有火箭跳跃。你要干嘛？你说你们俩？往哪德玛西亚呢？我那有跳跃，你还追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我这耗着，差一下，差一下。哎，我咬死他，踢死了。好像你打不过他，打不过。来个海妖，做到耗着了吗？不知道啊。我刚肯定是有失误了，失误了，你小心。我们去找着拉尔，这波往上走啊，应该是能拿到人头，据我的推断。咦，人没了，那杀拉克斯吧。到他脸上之前，先摁波浪剑，起飞了，兜闪现了。那里边咱就别往里进了。万一有个赵信，我又死了。现在没跳。胜者从不逃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起飞了，兜兜兜！你说你就非得要赶赶我，你赶赶我干什么？哎，我是 A 连小兵吗？那这个自动攻击有点问题。我全程都点着拉克斯。你又来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下件装备咱来个什么呢？收集者吧。来个收集者。巨魔呀，巨魔之王啊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，起飞了，兜起飞了，闪现！啊！这双 buff 算是没完了。哎，这怎么砸到我的呢？这防御塔。我看够不够暴击的，应该够。哎呀，这个双 buff 从赵信给到我，然后我们把拉克斯杀了，给到耗子，给到巨魔，给到巨魔，再给到赵信，然后再给到我，再给到拉克斯，再给到赵信，物归原主了啊，物归原主了。我去趟上路。这个赵信我估计啊，很有可能他要往这边走。别急啊，别急出去，等一会儿。
他俩可能在这打峡谷，等浪尔怒气没了的再往这走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，拔夫没转移。赵信运气有点好的，他正好打那峡谷先锋的时候是二段 Q， 你知道吧？二段 Q 完把我挑飞。华夫没了，浪尔没传上，没给他传上。十秒一，我们去帮一下这小炮啊！起飞喽！再起飞喽！还得是我们锤形态小炮跟炮形态小波比。你咋那么虎呢？你说你虎一回的。谢谢我的巨魔之王。加了，哎，你给我勾他，捡凳，兜兜起飞了，插眼，兜走呗，走不动就算了。可以打，先杀拉克斯，再杀赵信，起飞，兜兜兜兜兜，再杀机器营，兜兜兜。我都有了还拿他的，是不是有点坏？不坏，我们无敌了，有什么好坏的？那人头我都没拿着，哎，我直接出收集者是不是没什么用啊？感觉，我觉得收集者不太好用呗。我看一眼啊，看一眼这波比出什么装备，大部分都出什么装备？蓝切无尽的。这家伙将给你。
破败来一个吧，可以来个破败。 无尽下一件吧，来了来了，小炮来了，小炮起飞了，兜兜兜起飞了，闪现兜兜兜起飞了，兜别跑！哎呀，可恶啊，可恶的闪现，我这波五杀了。 飞哪去了？我飞的时候赵信闪现了，还有这薅着挺厉害呀，敢怼我的脸！再见 ，stop， 啊！挺肥呀，拉尔，拉尔什么装备？ 哎呦，我这拉尔，拉尔960，我是怎么有点打不动呢？看一眼大龙，兄弟们，瞅一眼大龙，没呀，刚他们去大龙位置了，赶紧去瞅一眼，但是他们家没薅着，应该打不太动。 先把拉尔杀了，杀拉尔，薅着来了，这仨薅着呀、啊，完了，全死了。大龙能不能帮帮忙？哎呦，我这小炮，我们家小炮有点猛啊！别打红了啊，赶紧过去。 我来拆个塔吧！你怎么的呢你？啊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走！在哪儿行动？走。 这波有点膨胀了啊！说实话，确实是膨胀了，把红打了吧。那薅着干啥呢？那薅着，薅着干啥来了？哎，可以杀，起飞了，兜，他跑不快。 哇，跑这么快吗？漂亮！哎，我们可以大龙，我的虚虚老高了。眼灯笼。
我这虚虚打大龙还是绰绰有余。起飞了，抖抖抖！好闪！起飞了，起飞了，抖抖抖抖抖！也打不过我呀，迅哥！我已经不是从前那只波比了，不好意思，冲不进去。开 Q 2.5，那就不用出绿叉了。来个银血剑，我其实吸血已经挺高的了，我带的是血统。拉克斯没出沙漏，起飞！抖抖抖！先打这个啊，别着急往上冲。机器人是永远勾不到我。抖抖抖，闪现起飞，抖！这波主要有点上头了。我看见这拉尔啊，我没忍住。最尖儿了，谁的尖儿？谁的飞尖儿？谁送飞尖儿了？啊，没有人送飞尖儿啊！破败换银血剑，那攻速不够了，拉倒吧，先出一个春哥。增加一下我们的生存能力，这样我直接往人脸上跳就没有问题了。谢谢三分脾气 IC 的心动飞机，给我心动飞机啥意思啊？看见没，心动了，谢谢老板的心动飞机啊，给你个心心。你好，我来了。哎，我都没动你都够不着啊。我不上，你们爱上不上，我搁旁边瞅着这回啊，我这回搁旁边瞅着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哎，我来了，抖抖抖，这赵信呢就盯着我杀呀，就起飞了，起飞了，耗着呢，给我出来耗着，耗着，你跟我 A，那你可 A 错人了。起飞了，